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一直觉得王一博在做艺人这方面的观念也挺老派的，就像是以前的艺人，做事勤勤恳恳，有天赋，肯努力，做自己，一点都不复杂，工作起来潇洒利落，人人称赞，自己连轴转呢，从不抱怨，从不说，哪怕说拍摄团队超时呢，也只是淡淡的一句说大家都不容易。今天我录制的时候呢，路过看到舞者们吃盒饭，没过一会儿呢，就送了 KFC 和零食过来，在剧组会请这个群演喝饮料，跟年纪小的群演们聊天，还会劝人家回去读书，怕生慢热，但是恪守则近乎于传统的礼貌和谦卑。一下车遇到工作人员呢，都会反射性的先鞠躬问候，被夸奖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害羞的笑，似乎从来都没有他身上看到过高高在上的傲气，除了舞台之上。糖玻璃做的烟灰缸一会儿就会砸到自己的头上了，他只好奇这东西是不是甜的。十几岁坐过山车，怕的是吱哇乱叫；20岁吊威亚了，却乐在其中。替身只负责在地上拿着手机拍他高高的被吊在空中的样子，磕了碰了，哐的一声，他只会小喵一样的叫一声。导演说：“一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”他气喘吁吁的说：“再来一个吧。”胳膊膝盖呢总是伤痕累累的。那拍雨夜打戏，指甲缝里边的泥还没有洗干净，就赶赴下个工作了，不觉得辛苦，还嘻嘻哈哈的跑去跟导演撒娇。对于粉丝和偶像的关系处理的也很老派，其实这才是最好的。还有很多老派的细节写不完了，世人称之为敬业、礼貌、谦卑，但是呢，对于酷盖来说就是本分了，像是上班需要穿工作服一样，不值得拿出来讨论。有时候呢，总要畅想未来10年之后、20年、30年之后他会是什么样呢？但看了今天的结构2020万物皆酷总结，又觉得没有必要想了。2020是勤恳本分踏实的一年，未来也会是勤恳本分踏实的每一年，那就万物皆酷，慢慢长大吧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